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呼妈，今天要来做第88回的迪士尼娃娃屋。他这一次给的服务在这里，这一次应该也是给屋顶的材料。对，没错，这一次也是给屋顶的材料，然后还给了美女与野兽房间的小道具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也有螺丝，不知道会用在哪里，那就来准备这一次会用到的东西吧。主要就是把上一次给的材料都组起来之后，然后把这一次给的屋顶材料也装上去。那就先从上一次给的材料开始吧，先从比较简单的门板。那就来看一下下一回的附录吧。下一回的附录在这里。看来下一回要来把屋顶整个组起来，然后还会给一些爱丽丝房间的小道具。下一次应该不是只有组这个屋顶吧？那就期待下一次杂志的到来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个赞并订阅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